欣明花园都是挺漂亮的、啊、虽然没有会所但水长流的，真的不错的环境。在这里呢住了16年了，应该个业主就来收回了，啲柜啊台啊留翻，但系周地都系垃圾噶噃，真系唔知点算喎。一阵可能要阿姐嚟执一执，嗱厨房执清噶啦，啲柜都执空啦。咁咧，厕所都执干净晒啦。我老婆间房最干净啦，走廊仲有好多杂物。我自己间房咧都可以啦，地下仲有啲垃圾。哦，呢度。執埋床鋪，如果我是美國隊長，阿紅姐簡直就是 Captain Marvel， 見到爆炸，好厲害，估不到清潔阿姐的戰鬥力有多強，你看眨下眼冇曬啦，誒依度仲有啲垃圾。不過好厲害，冇曬啦，清曬，搞掂，搞掂，掂。喺同一間住宅裏邊咧，住咗16年啦，都唔係一段短嘅時間啊。啊，總之今日咧，我就會離開土瓜灣，咁就搬去屯門啦。咁所有土瓜灣嘅街坊。再見啦！有假山假水流，環境一流噶。住咗咁多年土瓜灣，今日終於要離開啦，臨走飲杯鮮榨椰汁，幾十年老字號啊！飲過點得咧？飲過先至走。